仔，你去 DNA 比对，不管你的结果是安怎，就算是你巴肚内囡仔是阮志良的，我拢不可能答应让伊来带你啦。阮老家的查某这证件吼，是当作家己第二个性命，绝对不可能照常亲像你这种裤头这尔灵，凊彩就让腾来查某来咧做甚？安尼应该无需要讲第三遍啦，哈。刘玉英，黄志良，你上好给我听好清楚。若是这个囡仔是黄志良，我绝对袂遐尔简单就放恁走。若是这个囡仔是黄冰春啊，安尼上好，我一定要甲黄美华同款，利用这个囡仔打你们家的大门。若真正有这一天，我保证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利用超人所有一切来对付你。你上好搞一记，我保证。我一定爱你，付出上大代价。你遐个囡仔真紧就会生落来啊！上好伊遐买当先煞结婚，安尼哦，你就有一个孙媳妇甲囡仔孙会当陪你啊，咱家自然就真热闹。我吼，若无算着伊吼，这种今年的娶某事件，我有一个信心。阿妈，我不是跟你讲过，算命干来用做参考，别用相信啦。阿参照爸爸的命格，你唔都算唔着。我是对我家己算命吼是足有自信的啦，绝对袂去算唔着，所以我昨暝哦，你把我睇下看，一秒钟确实有两男一女嘛。嗯，你讲爸爸有两男一女，啊，不过即马实际上我甲志涵是一男一女，若是安尼算起来，有减一个查甫呢。炳春啊，你是毋是伫外口有穿骨肉流落伫外面？卡姐，我变哪有可能有亲骨肉在外面啊？这款代志，要哪样讲算清？我有听朋友讲，做羊膜穿刺营养 DNA， 我是咧想讲，要伫上短时间验出我宝宝内底囡仔的身份。啊，不管安怎，你一定要跟我斗三工咧。其实羊膜穿刺随时拢会用得做，只是较早做，按摩的风险会较大。16到18周。是阮做医生的，予你安全的建议啦。恁两个是毋是要出去外口小参详一下？安娜，一个真简单的代志，敢有需要用到这么复杂？不管这个囡仔是谁的，只要直接给伊提掉，就什么问题拢解决。袂复杂啊！只要验出囡仔是你的，咱就马上结婚。那安尼，什么代志都已经解决了。你知影，就算讲这个囡仔是我的，阮妈妈嘛无可能马上答应和咱结婚。这件代志一定必须甲你讲啊真清楚。安娜，我有讲，我一定会娶你，我嘛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，所以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但不过你嘛要给我时间，我去说服妈妈。而且只要你愿意给我时间，我都有把握我会能说服。那恁你拄只，先来直接叫我囡仔提掉。因为即卖重点是咱要马上结婚，咱要共同创造美好将来，所以这个囡仔根本不是重点。而且这个囡仔一点仔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甲我。你想看嘛，咱还阁少年。你带一个囡仔做任何代志拢无方便，而且会降低咱的生活品质。就亲像，咱若是想要去躲避我，林志亮啊，你莫掉准你的如意算盘掉了真好。若是我把囡仔提掉，你更加会名正言顺离开我身躯边，啥物烦恼都拢无啊。若是我把囡仔提掉，你就应让我定啊清清气气，马上回头就追你走。人伫咧讲啦，去被骗第一届，迄叫做戆。若是去被骗第二届，我看规矩吼，头去弄弄，看会死无？也毋过，做你放心，我若是要死，我着拖你陪葬。安娜，莫甲我逼上绝路，你应该真清楚，我啥物可怕的代志拢敢做，而且啥物可怕的代志，我嘛拢捌做。唔知了。你要安怎做，凊彩你啦。只要你心肝俩贪怀，一尸两命，零随时来讨啊。也毋过你毋通放袂记，其中有一条性命是你的亲生骨肉。
医生，我已经决定好啊，不管何危险，我拢要做检验，我拢要查好报道内底囡仔爸爸的相。好啦，既然已经决定啊，无你伫签结书面顶签名。李安娜，坦白跟你讲啊，我今日这容易，就是要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跟你讲。明仔载，你去 DNA 比对，不管你的结果是安怎，就算是你巴肚内囡仔是阮志良的，我拢无可能答应让伊来带你啦。阮老家的查某这证件吼，是当作家己第二个性命，绝对无可能像亲像你这种裤头这尔灵，凊彩就让腾来查某来咧做媳妇啦。老有影啊，我嘛会记你当作是来拜托我，哎，我裤头较灵的时阵，你是又搁跪又搁哭。我即马上后悔，是咱当初无先说叫你甲我磕头，叫我一声祖妈。囡仔啊，苦情的你先上嘞，你裤头要拎要烂哦，迄你家己咧决定的啦。咱大家拢有咧讲啊，即卖人甲较早人拢无共款啦。迄较早的人吼，迄是为着讲要甲老父治病，要互小弟去读册吼，才会去落海啦。犹过即卖的人呢，迄是为着要买名牌啦，为着讲要嫁予好嘅人吼，才会去援交啦。犹过有一种人更加恐怖哦。那是家己行，家己需要，家己忍不了才去做的啦。啊，那你嘞？你就是属于吼，上尾也这一款。老友英，你要讲别人正经，你上好想好你家己。我当然有想过。当初是我叫你去永安红边村的时阵，讲实在的啦，迄拄好去下到你的意啦。因为一方面会当让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另外一方面嘞，就会当让你家己找到借口吼，去甲无同款的人斗阵。所以我讲林安娜，你这招这么一箭二顾，真正是用得真好，有巧得着哦。老友英。你这句嘴全世界上垃圾的嘴，我无想要和你讲遐济啦。卡免我听伤济，伊卡卡咧洗又洗袂清。两个查某战争，我一向拢无啥物兴趣。趁这个机会，把我放伫这个衫裤，顺便看看炸照嘛好。红姐啦，我本来想讲要问看你的想法，你的决定。也毋过即马，敢若已经真清楚啊！大家问都无采工。我亲嘴讲出来，会阁愈清楚。安娜，我妈妈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咱上好到这为止。我感觉人甲人做伙，若是有缘，等于合作愉快；若是无缘，就是个人行个人的。谁嘛卖怪谁，谁嘛免怨谁，安尼对双方面拢会加较好。你的意思，跟你妈妈意思同款。吴志良，若是明仔载 DNA 报告比对出来，确定这个囡仔是你的，你嘛是同款歹性人性。安娜，我是不是有性人已经无重要，因为不管这个囡仔是不是我的，我拢无可能会带你。我想我已经把话讲得真清楚。李安娜。就算是讲你更加有本事，天恩后生吼，生一个双生啊，还是三胞胎啦，迄拢是你家己的代志。我是绝对袂承认讲有你这个媳妇的啦。安尼应该无需要讲第三遍啦吼。老友英，黄志良，你上好甲我听好清楚。若是这个囡仔是黄志良，我绝对袂遐尼简单就放恁走。若是这个囡仔是黄冰春的，安尼上好，我一定要甲黄美华同款，利用这个囡仔。打你们家的大门！老友英，黄志良，若真正有这一天，我保证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利用超人所有一切来对付你。你上好搞会记，我保证，我一定爱你付出上大的代价。